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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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放掌。禅修一定要发愿，而且发菩提心。那菩提心是什么呢？你天天都在菩提心里面，但是你不晓得菩提心是什么个样子，所以我们提出来的修行方法就是觉知不住，回到当下。这八个字呢，好像有前后，没有。回到当下，为什么强调这个句子呢？就是要觉知不住。那下手处呢？就在你的一呼一吸之间。一呼一吸，是必须回到当下。因为它还是不住的。其实觉知不住呢，就整个大般若经，整个《金刚经》全部都说尽了。修法不要很复杂，它不需要很复杂，它越简单越好。所以这个是体验的问题，是实际的体验，而且确实是践行的系统。纲领抓得住，越简单越好，越简朴越好，要言不凡。不在于我们平常课堂上面，当然为了让大家可以理解，所以讲的很多很多，但实际上要用功，要越简单越好，越单纯越好。由简单来驾驭所有的复杂的事情，它才可能开展。所以回到当下，讲当下的背后就已经是叫做觉知不住。从哪里去觉知不住？就是还是呼吸，还是你的吃饭，
还是你的走路，还是你的多少念头，多少复杂的事情，哪个地方不是从这里开始的呢？所以它是一个就是关键，所以一定要发菩提心，一定要发菩提心，其实就是发心。我们常常说发心，哦，你来发心，哎，发心好像发心就解决所有的问题，大概没有这么简单吧。我们的心确实它是什么个样子，你天天都泡在这里面，可是你就不知道它是什么个样子。所以我想说呢，那个在佛教的禅宗的典故里面呢，那个是一个很典型的，很典型的，而且呢大家都朗朗上口的，就是达摩祖师到了中国，他在讲禅修跟梁武帝对话，那对话的那个呢，而且文字很多，结果呢变成一幅画的，就是我们后面课堂上面墙壁上面的那几笔，就瞪大的眼睛，那是什么样子？说也说不尽。后来当然他是不投机，不投机当然就去，他进入了那个少林，那时候还没有少林寺，就进入深山去面壁。因为不对机，他就去自己去用功了嘛。为什么一定要用功？这叫中途还没有这样的观念，没有这样的修法。他总是告诉人家，人家也听不懂。不是没有用功，而是那个时候梁武帝说，他度了多少出家人，见了多少佛事，而且多少亭台楼阁寺院都在烟雨中，那个都是在很美很美的，而且呢他自己也好几次就舍身同泰寺，这都是呢叫做佛教那时候实际上还是蛮兴隆的，有这么的一位皇帝，而且规定出家人，中国的汉系的出家人都要吃素的，就是他规定的，大家也就遵守了。但是他跟梁武帝对不上焦，这个当然有契机，还有契机。结果呢，他就到了，嵩山去面壁。那面壁的时候，他有一个人去跟着他学。他大概也不是说话说多少话，他就是在那里看着他怎么做，他跟。因为打坐还是要下来吃饭的吧，那个叫会客。那结果呢，他就在那边呢，他跟了很多很多年，有一次他自己就想想说，哦，这么多年了要怎么办，那时候刚好就是下雪，他在雪中也站了几天几夜了，
自己就想想说，是不是我的虔诚不够，还是什么样？他当然有他自己想的，他就拿起刀子来，把他的手臂那个割断，叫断臂。这叫典故，叫断臂求法。那种疼痛，那达摩祖师就问他：“哎，你这做什么的？”我跟他讲，我心不安。我心不安。他就说：“哦，那你把心拿来给我，我来帮你安。”句子非常非常的少，没有句，那个叫彼此的对话，都没有几句话。到密心了不得，我心找不到，我找不到心。他马上跟他说：“我跟你安心好了。”这个是，哎，达摩来中国传法的，哎，弟子，也就是他学生。所以达摩祖师呢，他是印度的。我个人只有想说，哦，他们从印度来到中国就可以跟人家讲这些话，真了不起。不是讲佛法的佛，而是他们语言怎么通啊？而且可以传神。达摩祖师是从海路上来的，从那个广州上进入中国。所以先到南京，到南京以后再进入嵩山少林寺。这个只有再说一个叫做，他就说你心不安，那你拿心来给我，我来帮你安。他说心找不到。他马上就说，我帮你安心，已经帮你安好了。他当下就开悟，同时呢，他说我把法同时也就传给他了。这个是在中国很典型的叫做觉知。不住，回到当下，还是这八个字。这个是开悟的。我再讲一个，另外一个也是很有名很有名的典故。说有一个参禅的一个禅和子，中国人说。在禅堂禅修的人，他叫禅和子。他当然就是要提出，也要提出他的那个，哎，他的疑问。他就问他的老师说。我脾气非常的暴躁，常常现在呢，
那个暴怒里面的。所以那个老师就跟他说：“哎呦，你真了不起。”他说：“我很想改，我要把它去掉。”他就说：“你的那个暴躁呢，从哪里生出来的？”他说：“当然是从心里生出来的。”哦，是从心里生出来的。那你现在拿给我看看。你现在把它交给我。然后现在没有。如果现在没有，就是不是本来有的。不是你心里本质上有的。不是你生下来就有的，也不是父母亲给你的。那你的暴躁，你交给我，我来处理。啊，我找不到。看起来两个公案，这也都是公案，禅门的公案，要找心不安，把心拿出来来找嘛。找暴躁也是从心去找，心在哪里？所以禅宗的禅的修法是在找心、明心，是在明心。还有另一则，还有另一则公案，我觉得更有趣，就是有一位。老师傅他年纪很大了，他生病，那生病以后呢，他就呢跟他的那个那个徒众说：“你道场呢，现在盖得怎么样？”因为是什么？因为常住，就是他们的道场呢，就被火烧掉了。烧了以后呢，正在重建。重建以后呢，他有点担心，所以他就跟这个徒众说：“嘿。”如果道场建好以后，你要做什么？那个徒众就跟他说：“等建好了，
我就请师父来说法，然后来落成啊，然后开光。他就说：“我等不及呢，如果我走了，我不能够去开光，不能去说法，你要怎么办？”他说：“那还不简单，就请别人不就得了吗？”我就请别人来做嘛。啊，如果那个人不来呢？那个人不来，你说如果还是还太多如果，太多的如果，这叫有的没的，无稽之谈。你就安心休息吧，睡觉。这叫回到当下。有因缘就处理因缘，没有因缘要安得住。随缘不攀缘，尤其是在给你完全完全的用功时间，你说你可以做什么？本物是什么？就是回到当下。回到当下，因为念念不住，世间不住，我们自己本身在，哎，纵使说在禅堂封山了，你从楼上到楼下，楼下到楼上，还要上厕所，要喝水，还要这个，还要那个。水麻烦了你啊，这个是一个叫做很纲领性的，而且一定要知道的。心可以，这个叫做心怎么样引导自己？什么叫禅？不管是暴躁的，不管是叫不安的，不管是什么，还是回到你的心。所以发菩提心好像是纯善的，还是怎么样呢？菩提心是空性的，但是空性的背后一定是慈悲的善的基础。人也可以把自己牵引到不好的地方，也是我们自己弄的啊。是谁弄的？所以菩提心看起来呢，叫做回到当下，觉知当，觉到当下，还有觉知，不住。如果我自己就想说，用什么方法可以来知道它是什么个样子呢？大家应该都爬过山。大家都爬过山，你说爬山要到最高点才叫做整个都是山，从山脚下是山，半山腰是山，有人直接攻顶的，这样直接冲上去的吗？不太可能吧。山
它是整个涵盖下来，都要达到一个，这叫做山的最上面那个叫菩提心。可是菩提心呢，要让自己不管这迂回的走、直走、前进的、后退的，或者是每一个，全部都是你心里涵盖下来的，这才叫做山，才叫做山。山里面说，山的里面，山上哪个地方，每一颗石头，每一个，这样才能够成起大。全部都是，你观想的前面有一座山，哪一个不是？哪一个角度不是？哪一个石头？哪一棵树？哪一个小草？嘿，全部，你说是还是不是？全部都是，叫做山。但在修道，一定先从要从，不管从戒、从定、从善法，从包括每一个恶法，你自己都可以回光返照看得到。你觉得那个叫不好？有一个不好的东西吗？全部都变成修道的营养，叫资粮。所谓的资粮，每一分、每一个、每一件事情，都要用喜悦、用愉悦、用欢喜。为什么？我还会呼吸啊！我还会生病，我还会怎么样？那是高兴的，那就是高兴。那所谓的高兴是什么？体验它。才能够丰富你的修道，而且看法就不一样了啦。为什么禅可以铺天盖地的这样涵盖？当然你可以有你学有专长，但是你有时候排斥某一部分，结果那一部分就是你所疏漏的，你没有学到的，你没有看到的。这是很有趣的，这是很有趣。修道真的很有趣。暴躁当然是结了很多恶缘，而且爆出来以后，后面事后自己还要收拾。重点在你的觉知，回到当下。什么叫禅？某几个技术背后还有它的内涵，还有它的内涵。所以有时候说呢，真的叫做无止境，无止境的。所以一定要抓到。所谓的修行指的是什么？尤其人生，我那天讲的那个小说家的故事呢，我们曲就问我说：“师父，你为什么要讲这样的故事？你意思就是什么？最后他有没有讲了？他有没有讲啊？讲了以后怎么样？后面怎么样呢？”我就说，
那个其实在说的是，嘿，是小说家，是大学问家，还是一个贩夫做主，或者甚至一个小生命，他都要学禅，而且可以学的。他会看到生命是怎么一回事。是怎么一回事？而且呢，我们从事教育工作，或者从事于这个每一个职事、每一根草、每一件事情，你一定会找到在那个地方，你找到你的生命意义。我最近呢，看到就是呢。那个台湾前几年不是在跟那个巴西呢告一个就是诉讼，一个叫吴亦化的这个小男生，那时候小小的，他爸爸是台湾人，就是我们高雄嘉定的人，家庭，他爸爸是去跑船以后呢，后来他就认识了一个巴西的女孩子，跟他正式也结婚，生了一个男孩，所以他姓吴。这个小男孩呢，3岁的时候妈妈就死掉了，可是他爸爸还要去跑船呢，就是做水手去跑船。就把这个孩子呢，哎，就请那个他的那个妈妈的妈妈，就是外祖母，巴西人，请他作为呢，因为他不在的时候，他做监护人。后来到6岁的时候，这个孩子6岁的时候。他爸爸也死掉了。那爸爸死掉以后呢？当然是他姓吴啊，所以是台湾人。可是法律上呢，他阿嬷呢、外婆呢，是监护人。所以变成台湾跟巴西国际为了争小孩的监护权就诉讼，那时候也到台湾来，这个小孩子现在已经17、18岁了，大概呢阳历年底他会回到台湾来，回来不就是回来再回来，吴家的人没有不要这个男生，婆家那边那个外婆家呢，他们也没有不要这个男生，所以就诉讼。那时候在台湾，告的就是变成了，那法律怎么说？情怎么说？人还有情，还有法，还有呢，你这个小孩子的最好的照顾，最后告的，最后呢？他外婆，他就是要，他要执行他的监护权。结果呢，台湾的法官呢，就判呢，他应该属于他的外婆的。那时候是还是
在媒体上面呢，还是报的很大篇。法律、情感、人情，但是真的要说的是，这个孩子是属于谁？他的婶婶啊，那些亲戚呢，就甚至呢，大家都还是打起来的，而且骂我们政府叫没有面子。他姓武啊，是有一个 mark 叫做姓武，他的血统是一半台湾的，一半的是。后来呢，当然是归他，监护权是归他外婆，就被带回去。带回去以后呢，现在这个孩子十七八岁了。十七八岁，如果十八岁，美国就可以有投票权了，叫成人了。他马上要进入他学习的另一个阶段，上大学啊。他在那边谁照顾啊？外婆也没办法照顾。就交给另外就是一个教会在照顾，一个基督教的教会呢照顾他，一个德国人在巴西红教的一个德国人照顾这个孩子，现在十七八岁了。学校老师或者是那个养父，他们说应该让他呢叫寻根，就让他寻根。可是坐飞机要钱呢，生活费要钱呢，谁给啊？就是在巴西的台湾人，他们一直呢就说好好的教育这个孩子是社会的，而且呢大家有情有义，这样才叫有情有义，一定要占为己有吗？所以他们呢出钱，平常就照顾他的生活，现在要回来台湾，他们鼓励他回来认，回来他小时候的那个记忆里面的这些影子呢，要一份的安顿。结果呢，大家就筹钱，台湾这边也有人出，就筹钱。一方面呢，给他教育他的这个学校，在巴西的学校。老师的照顾，还要给他外婆要照顾。那谁回来呢？因为他回来，因为还有他的养母陪他回来，还有老师要陪他回来。这个多是叫做有时候因缘要怎么看？我就说什么叫菩提心呢？全部都是善心。全部都善心，而且为社会付出，为有这么一个人，因为他的因缘是如此，没有悲悲惨惨的，是不是一定要悲惨？没有父母就一定要悲惨，没有人照顾就一定要悲惨？社会还是有很多的，真的，这叫善心，他们不是为了要占为己有。回过头来是社会一直在不住的因缘在变，条件在变，格局也在变。这个男孩子长大了，他已经不是以前从前小时候的小孩子的想法了，不如要说的话，
我们要说的，为什么要觉知无住？不住呢？其实只有生命常常是单行线、单线的。过了，你好像要抓着前一个，抓着昨天，抓去年，有时候抓不到的。前尘影视，好像好好的整理它。整理了，也未必然，就是现在要做什么呢？人的这一生，人的每一年每一天，几乎都是单行线。要觉知不住，回到当下。这个是一个很叫做什么叫用功？整个佛法的，不管《金刚经》《般若经》或者《中观》，他就是在告诉我们，什么叫做禅，随时都要，都要修慈心观，修善心，善是基础。所以上一次我才说，老和尚，熏老和尚说的禅堂讲话，那个第一个。还是要，要持境界，三皈五戒、菩萨戒，而且要因果相应，以什么为因？以菩提心为因。但是菩提心还是要，它是尽管是空性。一定还要有觉知自己这个念头，过一段时间以后重新来检视它，一定要，当时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？一定要那样呢？自己还在修正，还在不断的修订，纵使做错，纵使前一段打坐做得不好，纵使在修定，也不是修到那边去，是修此时此刻回到当下。这是在修，永远回到当下的。所以禅，什么叫做菩提心？不是叫我们当做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事实上说真的了，成佛三大阿僧祇劫呢，我们现在只有念念不住还抓不到，那三大阿僧祇劫怎么办呢？所以什么是成佛？一步一步往那个方向走，善跟慈悲看起来好像是在为别人，其实自己呢就储备了，在这样的因缘跟基础上，就是要这些才有办法呢，让自己的叫生命的单行线呢，事实上它是更加的丰富的，而且就是这些基础。功不唐捐的啦，不要以为都是好像对别人做，为别人做的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不会。要
要把每一个回归回向到菩提心来，回到到你的心。什么叫禅？什么叫禅？所以今天早上，凯法师也在跟我说，有的人有小禅，那有的人呢也没有，他自己都是说随缘嘛，这个就是本来就是，他坐在那边啊，等着为大家服务啊，你们要用他去用，如果不用，他也不勉强。不过说有的人，他做了以后做这几天了，就也有光出现，啊，不知道把那个光啊怎么办？其实大家要清楚的是，只要心静下来，一呼一吸，先平稳，呼吸平稳，你看着它，自然那个光就会出现。它不是外面来的，这叫身心就会有微妙的东西出现。但是你看那个光做什么？不是要看这个，那叫身体的自然，身跟心的自然状况，不必追着它，追着它呢，反而会障碍了你的修行。你本来修什么，就是本末要清楚，不要看一个现象就去抓这个，有一个现象就抓那个，最后呢，你就抓来抓去，不知道抓哪一个，不是这样的。如果有禅相，其实是很自然的，很自然。当然是，如果俗物太多，或者是，我们也只能够叫做，集中这个时候来用功，如果每天都要这样的话呢，那个就是另当别论了。所以禅是什么？就心是平稳的、平衡的，而且呢，让自己了了分明，心是自在的、自在的。只能够用这样说，可能呢，如果用前面的这些叫例子，不管暴躁从哪里出来，不安从哪里出来，它还是从心出来的，不是从我们或许会说都是外面，都是谁让我生气啊？谁让我生气？这外在会，我们常常是在这些外在里面用的太多。如果给自己看清楚，还有呢，用像无意化的这件事情，它时间拉长以后，重新来看待，重新来看待，这个的孩子的栽培，他的栽培，他一定会是怎么样，谁都不知道，因为后面还有很多的路要走。生命还是单行线，不要说它是单行线，我们又何曾例外呢？就是单行线，你碰到的，你就把它扛起来，
你就把它扛起来。所以那个禅修呢，其实有一个真的是很好很好的那个典故呢，其实大家呢，嘿，也可以用它呢来作为自己检视的方法。那个叫做道元禅师的那个典故。道元禅师呢，他到中国，他是日本禅法传进日本的一位高僧，但是他有到中国来参学。他在中国呢参学，那就是到一个佛寺。到一个佛寺呢，就看到呢有一个老和尚，他在晒菜干。那个老和尚已经年纪很大，在那边晒菜干。那道元禅师呢，他那时候呢是到中国的日本人来参学的嘛，他就走进去去问他说：“哦，你在晒菜干呐？啊，你这么大把年纪，什么事你在做呢？”他的回答是：“不是我在做，是谁在做？你可以叫别人来做啊。”他说：“那个人就是我。”后来他再问他说：“现在正中午啊，那你那个如果要晒，好就你晒，也不要这样正中午再晒嘛。”他的回答是说：“不是现在，不然。”是，不然什么时候啊？这个是一种，嘿，肯定。禅禅有时候说，他有他的。叫做什么叫回到当下，可以有很多的，我们说前面那一句叫不住，可以有很多的假若如果啊，是什么条件可以讲地球绕好几周好几圈呢，都还可以说假若怎么样，如果怎么样，嘿，还有呢什么什么都可以叫做晒菜干的这个老人家，他这个叫直下承担，禅宗的语言叫直下承担，直接把它挑起来，就是此时此刻。什么叫禅？他有多少个定力，多少个智慧，不是说那个有的没的啦。他难道自己没有先估算过吗？不会没有的。佛法在讲缘起，不住可以有各种条件的不住，这个不行，那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哪个都不行，全部都在自己心里，已经知道是什么是我应该承担的。他们都是这么没有智慧，没有禅定，没有定力，没有什么都。黑的白的都分不清楚啊，不至于吧？纵使黑的白的，就像那个
那老师傅其实是他三天就要圆寂了。他问说：“哎，你盖完你要做什么？”我盖完以后就请师傅来说法，来开光，来落成。那如果不能等呢？那你不能做，我就请人嘛。那如果人家不来呢？人家不来，太多的如果，你不要尽说，一直说下去，这个叫做。这就直下承担而已了，不是在说什么，是真的是了了分明，是自在的、平衡的、自在，自然而然就有方法来处理。是的，天地之宽，事件何其多，不断不断的冒出来。那我们可以用这些外在的这些一直在干扰自己，干扰自己，然后真的暴跳如雷，要怎么办呢？所以说真的，既然你坐在禅堂，你就放心，你的心就去照顾你的觉知当下。如果你在走路，你就呢这一步，它也不是停下来的，这一步那一步，这一步那一步，不管是往前，不管是退后，全部都回到当下。所以这八个字全部都在呢，说现在有多长谁知道呢？现在不断的还有现在，问题何其多，困难等着在那边，谁知道呢？所以我之前呢，我也是讲一个故事给那个居士，在印尼我就讲那个，我讲那些比丘经，我对那些比丘经有一段呢，那个经文呢，我就整理了以后呢，我发现我非常非常喜欢它。那个经文是这么说的，他同在一个那些比丘经里面提出三次，他三次，我自己又越读越高兴，同时呢读了以后，我自己也在验证我自己的心情了。就是那个闽南陀王呢，就问那个，他很想知道呢，你们为什么要把头发剃掉？啊，把父母亲也放下来。当然，他问的是比丘嘛，所以问说：“连妻子儿女啊这些全部都放下来。你们做什么？你们要做什么？”所以呢，他就去问，一群的那个比丘，叫野合罗，那个长老叫野合罗，那个长老。他问他说：“做什么呢？你们要做什么？要求什么？”他就说：“我们求，来世呢不再受苦，有福德。那这一辈子呢也有福德。”
我们修行就要求这些。那那个米兰陀王就跟他说，那如果是你们出家，我现在是问你们出家，为什么剔除虚华啊？那个叫做离开的叫做妻女啊，或者家属这些呢？他就说，那如果是我用一个角度来问说，那我们在家人，我们有妻子有儿女有事业，那我们也修行，可不可以得到来世可以得到福德，现世也可到福德，可以吗？他就说也可以啊。那既然可以，你们为什么一定要这样？不同在哪里？那个《那先比丘经》哦，里面他记录的是这样。那个米兰陀王旁边呢，有很多的随从，啊，就是很大的那个叫做正统顶头了。他们一听他呢，那个野合罗比丘呢，他就没有再回答。没有再回答以后呢，那个他们就一直高呼呼说：“我们大王胜利了，大王胜利了！你们呢？回答不出来，我们是胜利了，国王是胜利了。”但是其中有一个人呢，他就看着这些比丘跟比丘旁边的这些，这些其他比丘。还有很多的优婆塞、优婆夷，他看看他们呢，他们静静的也没有说话，但是呢，也没有不自在，没有回答什么，可是呢，也没有不自在，也没有很多的修炼的感觉，他心里想说，尽管他说的不多。但是他们还是有内在的东西的，这些人还是有修的。有的回答得出来，有的回答不出来，当然是不同的。我看那一段经文，我就很高兴，很高兴。我回答不出来，不等于就很惭愧啊，很不好意思啊，会怎么样？他旁边有很多很多的那些他的侍从，当然是听从他的，当然就是一直叫啊，一直叫叫说我们国王赢了，我们国王赢了，赢什么赢啊？就让他去演吧。这段文呢，他不仅是在他们的回答，还能记录了叫做什么？什么叫做风范跟神采？结果他们，他想想说，这些人怎么都没有，就是垂头丧气的，或者是叫做是怎么样？没有。结果呢？后来他们就说：“啊，天已经黑了，我们还是回宫殿去吧。看能不能还有更高位的，那个叫做比丘呢？我想来问他们。结果呢？他说：当然还有了，我们再去找。他就说还有一位呢，那个那先比丘，那先比丘呢，他呢？”他道行很不错，而且呢，他也善说法，而且很喜欢呢，说法给人家听。他就说：“那好，那我们呢，就约好明天，那明天呢，请他到宫殿里面去，我在那宫殿里面，
我有佛法要请问他。结果呢，他们那天就回去了。第二天，那仙比丘带着一群比丘呢到宫殿里面来。那国王就说：“那应该先供养，就请他们吃饭。哎，吃的那个叫供斋以后，然后才开始问佛法。他第一个问答是问说：‘你们为什么要剃度？要放下家属啊？放下妻子儿女来？’”叫做修行呢，你们求什么？他还是在回答，还是回答这个问题。第二次就问那些比丘，经文里面有第三次又在问，这是对这个问题，其实说也不是故意要拷问的，而是叫做对生命充满了好奇，你们跟人家不一样，你们要求什么呢？后来他还是跟他说：“我呢，我就是要修道，而且呢，他说你有看到什么吗？你要修道，嘿。”修道，或者是你看到什么吗？是不是每个人都跟你一样？他说不一定了，不一定每个人都跟我一样。出家修行的动机还是每个人，不见得大家看到无常，看到知道多少道理才出家剃度的了。有的呢，有的是叫做犯了国法，他想尽办法要洗脱自己的这样的不喜欢。但是回过头来是，佛门不见得就是要让他这样马上就来出家剃度，他前面的这些要先处理完以后，那当然就可以来剃度了。那也有呢，就欠人家的债，倒会的，或者事业失败的，或者他的婚姻失败的也有。婚姻失败可以来出家吗？本来就可以。或者是，他本身是，杀人放火的，杀人放火，如果他透过法律这个部分解决了，他要来忏悔，当然也可以剃度出家嘛。那另外一个还有一个，他一共有四提出四种，另外一个叫，家庭贫穷，可是他很喜欢修道，他也有善根修道，家庭贫穷不是这个人的过失，是父母亲的条件问题。台湾很多大德，不也是小时候就家庭，说家庭不能够读书，不能好好栽培他，所以他就进入佛门。那是叫做随时佛门里面随时都可以开始的。另外还有一个，他就说那个叫做已经过来人。他又看到东西，他是，带着他自己的前辈子的善根，跟他未完的那个愿来的，也有。他说：“那你是哪一种的？”国王马上就切进去哦，他说：“你这四种里面是哪一种？”他就说：“我也不是看到什么无常苦空了，佛理懂了多少我不知道了，但是我呢，就是喜欢修行，看到呢，
佛门里面这些大德都是高明的，他们会教我，我只有想到呢，我出家以后他们会教导我。只要想到这个地方，他们都是高明的，他们都是用功的，他们多是，所以我因为看到这些，不会没有关系，我就这样参加了。参加以后呢，我就照着他们指导的，我就这样修。所以看到这段文呢，我非常非常感动。什么叫转法轮？这叫活的，佛的活经，活的法轮，而且这个呢，叫做提息，相互的提息，让佛陀的光。就是这样，叫做一盏一盏这样点下去。是修好了再来的呢，还是呢？好人要，不好的人还是要赔？不是要达到最最最好，而是稍微有进步就好，有认真就好，不就是这样子而已吗？世间没有最好，就是一直在很认真的在叫做内修，同时也叫做跟把自己的这些喜悦来分享别人。慈心，生命本来就是单行线的啦，你回不到。回不去的啦，你回不去，所以这个叫佛法，佛法的法轮跟佛法的修行方法，佛法的禅法的这个地方呢，可以告诉自己，你自己扛了很多的很多的叫做不愉快，要不要一直扛下去？不需要。如果禅修修不下去，那就去拜佛嘛。不然拜佛啊，不然去打坐啊，不然呢，嘿，你生命，每一个人，包括所有的信众，所有的，包括是在家人，他生下来本来就是单行道，又不是自由门。谁都一样，但是如果他能够知道，他是在点那一份的光，那如果呢，嘿，修行以后可以帮助自己，也可以帮助别人，一定要帮助多少吗？那就是，随着自己，可以做什么就算什么。一定要什么样的形式才叫是？什么样的形式就不是吗？我看都不是吧。你就要像一座山，当然那个山你一定会说，最上面的那一点就是山，山脚下不是，山里面不是，哪一个地方不是？有时候进进退退，有时候呢，嘿，迂回的走，有时候横的走，有的是从什么地方去走，可能这样攻顶上去嘛，直接攻顶上去，我看也是，嘿，不太可能的啦。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叫菩提心，真的要随时都发愿。
真的要发愿，而且呢，自己知道给自己画一座山，画一座山。有时候突破的是自己身体的问题啊，老病的问题啊，或者什么的问题。老病也是很好啊，老病也变成是你的营养，修法的营养。就是还是呢，觉知不住，不住，回到当下，当下在哪里？当下，你那个不管是晒菜干，不管是当人，不管是此时此刻，更是要这样。但是现在在禅堂，你想的再多没有用，你就回到你的呼吸，一呼一吸，一呼一吸，要安得住。这个安得住，其实就在修无生法忍。所以我很喜欢那个忍字，跟各位讲坦白，什么叫忍？那下一次再说，下一次再说，已经在安板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大家一起回向，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一切，博等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